中朝是山水相连的近邻，两国之间有着传统友好合作关系。中方筹办北京冬奥会以来，朝方始终予以积极支持。我们对朝方1月5日重申支持和声援中国举办一届隆重精彩的奥运盛会表示感谢。这次朝方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会，中方表示充分理解。中方愿同朝方继续加强包括体育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，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与时俱进，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。